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跟我们的观众小朋友一起来呢，给我们这个 baby born sister， 然后她是新生婴儿宝宝的一个姐姐，我们要给她呢做一个非常漂亮的发型。那么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以及上上期的视频当中，是分别给我们的新生婴儿宝宝做了非常漂亮的一个编发，还有她的一个衣服的一个设计。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给她的头发呢进行一个染色，把它染成粉红色，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那么我们这边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染色棒，有些小朋友呢就说想要看到一个这个粉色的这个染发，那么我们就开始吧。粉色的染发棒呢就看起来是像这个样子。然后呢它这个染发棒的话呢是要稍微的给它进行一个蘸湿，加一点水就可以直接在他的头发上呢进行一个染色，就像这个样子。然后渐渐的可以把他的头发呢给它涂成这个粉色。那么在我们这边呢是有两个这样的这缕头发，我们可以再把它拿两个出来，然后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编发。感觉呢这样的话呢就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挑发挑染再加一个编发的一个设计，还会更加的有个性一点。两边呢我们都可以给它设计成这个样子，在中间的话呢可以把它绑在一起，或者是把它分别夹在我们这个头发的两边。那么我们的染发棒呢只是适合于我们的芭比娃娃，或者是适合于我们这种的小娃娃，如果喜欢的话呢都可以订阅我们频道，但是呢它这个染发棒是不适合我们小朋友自己的，只能是给我们的小娃娃去一个染发，而且呢如果小朋友头发是黑色的话呢是不太容易去进行一个上色。好了，那么希望你能够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我们的一个订阅、点赞和留言，下期再见喽，拜拜。